小时候听他的跟他姐妹长大的嘛，对对对对对，每个来看我猜我猜，对不对？能跟小时候吴宇欣赏的偶像合作，真的太幸福了。如果二十场戏就是十八场都在哭，啊，你有二十场吗？为什么只看到六场？你的戏有这么多吗？没有啊，你误会了。杨丞琳的维基百科都写你是女主角，不是我不是，马上去改一下。在戏上面，我还是比较重质不重味，秉持着想要演好戏的那个心情去接戏。嗯，我本人也是，我从来不 care 多少酬劳。真的吗？可以公开的。我不知道多少钱，大家一起讲好不好？八折。不在戏份，也不计酬劳，也要演。林依璇惊悚国片《林雨》举行记者会，导演率领演员们杨丞琳、郑仁硕、吴可欣、许远界、何浩晨、丁宁、石之天亮相宣传。这是我第三次演妈妈，然后已经算是比较合理的妈妈，因为上次在《红衣小女孩二》，我是有15岁的小孩。哦，那个非常奇怪，果然是鬼片。一个孩子竟然生了一个15岁的孩子，奇怪莫名。刚刚是一个非常经典。现场其实也没什么跟他有太多的交集，因为我也想要他，跟他合作起来其实是很够。我觉得不过瘾，不过瘾。我是一直跟他说，我很想很想再跟他演戏。是，我一直小时候听他的跟他姐妹长大的嘛。对对对对对，每个人看我猜我猜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就是看到小时候电视上面的，原来长这样子，果然没失望。我有提醒自己，绝对不能讲说从小看什么。从小听什么？对对对。其实我们在杀青酒过后，我把他带大家带去酒吧喝酒，放松一下是吧？我要讲哦，我要讲哦，讲。你先要跑，你先要跑。好，你讲。发生什么事？我们两个算是拼到最后一刻的人。酒量不错。然后哇，其他的就醉的醉，倒的倒。最好的是我跟硕哥，我们是一对夫妻。最好的是我没去 ，OK。他没去。不是没有邀请哦，那天丁丁姐有工作。回忆起，没想起来了吗？没有说对三天，是因为我们那个带他们去的地方是郑源唱开的酒吧，然后这位老板很懂得混酒，所以大家都倒的倒，了解那个酒量。那天晚上唯一有印象的是，我要去上厕所，那我怎么走都走不到。我总是这种不太好奇怪，我像看灵异片一样。果然是鬼片，因为我差点把门拆了。那天我是一直都走不到门口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一边是走不到厕所，一边是走不到门口。开门嘛，逃不出这里。晕了，很晕了。我后面也是吐了。那我想冒昧问一下，石之天可以加入聊天吗？他也有吐啊。不是，我们整排聊这么开心，你们要赶紧停麦克掉。我最自然，我是已经错光源了。因为我已经没有记忆，你完全没有记忆。他最早是因为像他们都会说他们有上厕所，或是他们有吐。你记得我跟你跳舞吗？我有跳舞，我有跳舞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这一点。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好荒谬，好荒谬。其实我是真的忘记了，然后我后来是看人家传来的影片，我才知道我做了哪些事情。我觉得我把记者会